来点温柔点的吧，好吧，要不把我累死了，我觉得你们再来一点。我们来跳一个，跳一个听吗？给你们那个换一个风格的，但是这衣服有点不太适合，来不及换了。你们就假装穿得很那个，就是全靠自己去想象。世界却始终还是一个人，再一次触碰你的手心，却感受不到你的体温，你留下冰冷的转身，我反而安稳。时间它没有带走一切，留下你最热辣的眼神。始终还是一个人，再一次触碰你的手心，却感受不到你的体温，你留下冰冷的转身，我反而安稳。时间它没有带走一切，留下你最热辣的眼神。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，陪你从日出走到黄昏，我也醉过你偷偷的疑问，忘了自己是神是人，醒来还是一颗不安的魂，远去人散尽。一更啊两，越过华墙，小奴家我好悲伤啊，站在那个廊檐下，二目细打量，街壁邻居来回走，那么嗨，扫地为奴脸儿焦黄啊。世界却始终还是一个人，再一次触碰你的手心，却感受不到你的体温，你留下冰冷的转身，我反而安稳。时间它没有带走一切，留下你最热辣的眼神。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，陪你从日出走到黄昏，我也醉过你偷偷的疑问，忘了自己是神是人，醒来还是一颗不安的魂，远去人散尽。二更啊里呀，敲打窗棂，
你来演啊，一把拉住郎君的手那么喊，郎君郎君叫了好几声啊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992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本档主播，我叫琳琳。喜欢主播的手机用户左上方的圆心关注点一点，电脑用户是视频的右下角，直播室通知勾一勾。辛苦了，还行，有你们我就还挺欣慰的。如果你们把这个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关注点一点，我就觉得真的挺欣慰的，我的汗没有白流。然后咱们接下来两支舞就跳一个，都跳古典的吧，好吧。把这个星星给我点一点，然后还有这个公屏的小花给我送一送。点关注不迷路，主播带你回家住。我们来跳下一支。下一支跳什么呢？我也随过你偷偷的疑问，忘了自己是谁是谁，来跳一个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吧。还是需要你们自己去想象啊，假装我穿的是一套这个白色的一身白色的衣服，然后那种新鲜的啊，喜欢这个你就点点关注就行了，点完就不要再点了。来，不要忘了欣赏我啊，然后把这个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我来跳下一首。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，不痒不坚强。